今天是2022年2月5号，大年初五，周六。我今天的第一单又来这个地方了。每天早上的第一、第二单都会来这个地方，奇怪了也是。今天是我跑外卖的第17天了。走了，拜拜。在10:40了，这是我的第三个单，今天的三个单都是预订单，这个预订单就比较费时间，基本上一个单子起码得把一个小时就快没了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，现在我就把我的第三单送完了，现在是个马上就10:50了，自我感觉今天的单量不会太多，因为现在我9点上线，这就快2个小时了，才跑了三单，人家我们站里面跑得多的已经跑得差不多10单了都，往前走走啊，挡着人家的大门口了，我现在继续返回圈圈里等我的下一单去，不知道今天能跑多少单，反正每天努力都争取跑够30单吧，加油！我现在到了这个我们这地方的一个超市里面，这电梯口这有个座位，我在这坐一会儿等等单，我就不回去了，回去马上，因为马上这就11点，就中午了。我在这坐着等一会儿吧。哎呀，对面是个泰国大排档，还卖的泰国菜。我一般不出来饭店吃饭，闹不清这卖啥饭了都是。现在中午1点了，我只跑了6单，今天是很惨淡的一天，没有单。我现在准备回家呀。呀，哎，连着两个闺女回来了，还是你俩住的该开学才回来了。哎，那不会不会，好不好了再住的。给你水呗，水。两给我倒水了。嗯。哎呀，好了。呀呀，这喂我橘子了，看，橘子也给我了，我还没洗手呢。我本来一点钟就休回去了，没单，今天没单，到1点才跑了6单。我9点跑了1点，跑了4个小时才跑了6单。昨天配送费是不是可贵啊？不是，我告诉你们，从9点到1点，9点、10点、11点、12点、1点，4个小时，4个小时才跑了6单，2个小时跑3单，4个小时跑了6单，那不是没单总归回呀？咔咔咔咔咔，又来了6、7个单连着。6、7个单，倒数第二个单，又是出差，超级慢，超级慢。他的店又营业了，又严重超时了，太危险了，真是。这不是又出了7单？估计今天是中午跑了6+713单，跑了13单。今天现在2点半了。你这是给我春饼？你妈妈吃了？吃了。姥姥家吃的，谁做的饭了？舅舅。你咋就你也没帮他们忙？不是你舅舅让你姥爷老娘还累着，还得给你们给他做饭，你就没帮着他做一做？不会。你是吃了中午饭回来的？那过两天还去呀？不了，过你姥爷生日。你不是得见去去吗？后天。哦。姥爷说不要给我过生日。他说不过。他说不过。那去呀吧。去了吧。他姥爷。汤干了，这是排骨汤。
哎呀，你这今天老拉在的，你们出来了吗？没有。要不咱们你老爷过生日也不会跟他吃斋了，他们俩吃斋啊？要是别爸爸说我也在了哟。哎呀，我也拿到好处了。还有跟你说叫他吃啥呀？他不好吃斋。不好吃的，你给他抓来不行。你也怕吃了？我真就吃了。为啥要吃？哎呀，你啥的呀？不吃。我吃了饭走呀，不行的了，姐姐。今天的单太少了，胖子。你为啥就不是啥时候想去就去了？我这和上班一样，我这是专送，专送就和上班一样。你咋不弄个那种想啥时候去就去的了？我不知道嘛，我晓不得，我以为那洗手都一样了，就问人家一下，人家告诉我地方，我就去了，去了就跑开。我不知道这是规定时间的了。嗯。人家舅妈的那个朋友也是送外卖的嘛，人家就是想啥时候去就去。你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不真的干。带你味儿了。你不是卖啥豆芽吗？卖不是豆芽。卖你这是炒啥菜的？卖是啥的？这不是旱菜。啊。老公今天早上又出去买豆芽。你爸爸昨天晚上就是给我买豆芽，晚上了给跑买豆芽去了，买也买不下。人家就摘的也行的，一尝一尝，你我看爸爸们都摘的也行。那就要我尝。拿个勺子放这里。你俩不吃了？吃饱了。吃啥了中午？面。那吃完饭没帮他洗碗？洗了呀。洗了。我把我的和谁的洗了？哦，和这碗锅里的池子里的几个洗了。你不洗脸，居然不是懒脸。你少接触一点点吧。这你就一拍子漏就没了。搁你就行了。不行，脑子才说特别，哎，邋遢啥的，不能去。花蕊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说我的饼厚了，我的饼咋厚了？我就问问你，我的饼咋就厚了啊？我问你，啊是啊，我看见的是这个。我问你，我咋就厚了嘛？这么薄的饼？薄，就适合做春卷儿，好吃。那个京酱肉丝，我这个就吃来饱了，我都吃来厚了。你没扯开吧？不是，因为这是两个了啊。一个哦。哎。